你们家那小丫头片子会不会说话？干嘛怎么尴尬怎么来是吗？就是啊，她会不会聊天？不会聊天就别让她聊天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谁受得了？哎呀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我带我们家惠子给你妈道歉。哎，江南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就穿男友服，你就认准了。惠子，少说两句吧啊。 他这衣服弄脏了，然后这不是洗了，我就让给拿了件换上了啊。我跟你说，小明，一会儿咱出去，你能不能管住他那张嘴？我能啊！我必须管住。姐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太匆忙，所以才……没事儿，很正常，别往心里去。还有，今天吃这饭，英儿也都知道我是为了什么，拜托你二位也都帮我。 煽火，再吵上一点，行不行？行吧，放心吧。啊，再说什么话，一定给拦住了。哎，他们仨怎么拿瓶酒这么慢啊？酒酿是吧？跟里边密谋呢。密谋什么呢？密谋等一下怎么应对咱们这几个女人呗。怎么对付？首先呢，涛总会先敬江南一杯酒。一会儿出去呢，我先敬江南。感谢他辛苦苦忙来忙去的。 第二杯酒呢，他会敬刘映霞夫妇，然后第二杯敬你和刘映霞，感谢你们对他工作上的支持。你就把这个话题往工作上引，明白明白啊。再之后呢，就会敬周老板和你，再然后我敬你和雅辉，最后敬一下简爱。第四杯酒呢，会敬我。中间呢，我估计惠子无数次想说话都会被周老板给打断。 好吧，可以。哎，对了，酒。哎，来，咱们四个干一杯吧。江南辛苦了啊，来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哎哎，怎么还喝着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说了有好酒吗？哎，行行行，来把那开了，开了。哎哎，咱也不这样，咱先把这些酒给喝完了，然后再喝新酒行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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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干一杯啊！再干，给大家。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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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喝完这个之后啊，我想啊，单个敬一下，啊，这第一杯呢，我想先敬一下江南。准。什么准？不，没事没事，喝你们的。涛总。哎，这个。 首先要谢谢江南，为了我搬这个家，跑前跑后，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这个工作范畴，是吧？又是买菜，准备这，准备那，所以江南，辛苦了。来，应该的，谢谢陶总。嗯，这第二杯啊。 我要敬一下刘映霞和贾宽。哎呦，真准！你快吃点，这个。没事，没事。要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俩，尤其是当我在回到危急之后，你们俩一如既往的配合我、支持我，希望未来咱们再接再厉。应该的。 哎呀，第三杯，要敬一下咱们编外成员周一鸣老板，还有雅慧。这个危机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投资部到现在都没成立，所以在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，你包括塞尔必须全力支持。这咱自己家的事儿。呀。 然后这第四杯，我就要敬一下简爱。这么多年来，兜兜转转，没想到，最终你去了 VG， 我也时隔5年又回到了 VG，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而且我相信，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深的缘分。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其实咱们。
都是家人，所以我特别希望，以前咱们是家人，那未来我也希望，仍然还是家人。而且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，第一，我打算把咱们公司的行政部收过来。其次，就是我跟安迪商量好了，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总裁办，这样呢。 咱们未来不光在工作当中可以互帮互助，更加紧密的合作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。希望在未来，你能多帮助我，多支持我，多爱护我。我敬你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当然。 首先呢，我想谢谢涛总对我的安排，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回到 VG 之后呢，你对我的支持和包容，然后我想感谢霞姐和宽哥，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。当然了，还有在座的各位，周老板、江南、惠子，谢谢你们，让我知道了今后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。 其实今天我来是想和大家告个别，我要辞职了，离开 我相信我不在，你们也会越来越好的。我在大理祝福你们。好了，你们吃吧，我约了人。啊，恭喜！啊，吃一会儿。真有事，真有事啊！真约了人。你再不回来，现在就走。坐半天这菜，就等你呢。啊，没关系。 你们好好吃，啊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我送一下。哎，送一下。